你今天来打开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你打开看一下。树有豆豆，这是六月份的藏宝，请打开六月份的，里面有贴纸，可能是另外一个了。里面有东西吗？好，这是六月份，很期待这个四月份的东西。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这里吃到石头。是啊，要注意安全。这很尖。好。你这是从哪里来的？看一下，这是。小我贴纸，四月份的，去拿。我这里好多贴纸。第二。黄宝琴，这个贴纸是在这里面的，你要贴回去。哦。不然你没得做作业。那个不是我作业。抢我给你的作业。